我觉得大家一路上走下来都是一起努力然后一起辛苦的，那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都会有一些摩擦，那我觉得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可能不愉快与误会，然后一直没有解开来也没有沟通，所以才会累积到今天这个样子。那对我来说，他们都是我重视的朋友跟伙伴，那他们的事情很多事情是他们当事人才清楚跟明白的，那我也不希望帮谁说话然后让一方觉得难过。